我们要去一趟，你先待在这里。 为什么要成为骑士？为了守护人类，守护善良，守护圣殿，守护亲人。很好，看看那些狼魔，你们害怕吗？不怕，不怕。魔族正在蹂躏我们的家园，现在就是我们奋战的时刻。来，握紧手中的剑。 大言不惭，睁大眼睛看着。长官，很快，整个镇子都将被我们夷为平地，放弃愚蠢的反抗，乖乖臣服吧。
狼魔神被打败了，狼魔神已死，人类必将胜利，人类必胜！干掉他们！保卫家园！保卫家园！滚出我们的家园！ 吵死了！！遵命，狼魔神大人。真不错呀，人类骑士，居然能干掉我的分身。来吧，说出你的名字，因为你的头颅将成为我的第一个战利品。能死在伟大的七十一柱狼魔神掌下，是你的荣幸。七十一柱，他怎么？都给我睁大眼睛，看着狼魔神的威力！狼魔神大人，你敢偷袭狼魔神，我要把你撕成碎片！跟我打架，压死底下的蝼蚁？哼，这种空间只会让我更快杀掉你。哟呵，身为骑士竟然收了自己的剑，真是可笑。难道你的拳头能比我的利爪更坚硬吗？对付你根本不需要用剑。一拳，这是什么力量？清晨，刚才你做了不可饶恕的事，所以现在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。在我之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的优势是速度和利爪，我欲找死。沼泽不仅锋利，还有令人麻痹的巨毒，这样封锁住他的行动，再利用我的速度。很失望吧？只要抓到一下，我就会把你碎尸万段。圣之残缺。
你是我见过的魔神里话最多，也是最弱的。竟敢说我是最弱的，气死我了！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来吧，我的族人！这下一定要碾碎你！地狱狼牙钻！给我去死吧！雷斯大人，原野之辉即为您的目光，您卑微的仆人再次祈求您的重视，请您原谅我的无能，但现在我需要您的力量。是死，我也会维护魔神的尊严与荣光。最优秀的猎手，我征服了整座草原，但这不是重点，因为我知道再广袤的草原也不过只是这世界的一隅。于是我仰望着月亮，祈求它赐予我征服更多大地的力量。月亮回应了我的呼唤，阿加雷斯大人选中我成为新一任狼魔神，脱离了身为狼的躯壳，
我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强大。从此，我愿做月亮最忠诚的信徒。人类骑士，虽然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你不该小瞧了魔神的力量。七十二主魔神会永远屹立在生活大陆上，人类不可能迎来胜利。尤其是第二主月魔神阿加雷斯大人的力量，远比你想的要恐怖。现在，我将用这份力量向你付出代价。
骑士。我是与杀戮之神印王座，你是龙星羽。你们入侵奥丁镇的目的是什么？难怪我敌不过你。对不起，阿加雷斯大人，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但是，龙星羽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的神印王座一旦现身，第七主战狂魔神阿丹马上就能找到你。你也就离死期不远了。安娜在找你。我的神印王座已经现身，他很快就会找到这里。而且狼魔竟然会来到这么偏远的奥丁镇，这背后肯定有阴谋，我必须得去调查。晨晨呢？你们才刚刚相认，他又还这么小。跟着我们，浩辰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会给他安排另一条路，一条更适合他的路。你去看看晨晨吧，他回来后就一直在外面。159, 161, 161，爸爸，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吗？我已经联系了骑士主殿，他们会派人过来组织奥丁镇的重建。可逝去的人却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爸爸，真的只要打败魔神黄风秀，就能将魔族赶出圣魔大陆吗？嗯，可这会是一条漫长的路，艰难的路。即便爸爸已经是神印骑士，也还是不够。那要怎样才能击败他？耐心。再高的山峰，只要你每一步都足够坚定地走下去，就总会有登顶的一天。你应该知道，在我们骑士圣殿有两个分支，分别是以攻击为主的惩戒骑士和以防御为主的守护骑士。我知道，爸爸，您是惩戒骑士对吧？没错，我教你的也都是惩戒骑士的能力和技巧。可是爸爸，我更想成为一名守护骑士，我想保护所有我珍惜的人，朋友、妈妈，还有爸爸。可要想挑战七十二魔神，惩戒骑士的修炼必不可少。那守护骑士就不能挑战魔神了吗？我会更加努力的训练。很好，皓晨，还记得你之前的神圣觉醒吗？那是爸爸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你的先天内灵力到底是多少？现在，则是时候了。之前因为你还控制不好内部力量，所以爸爸就将其封印了起来。你的先天内灵力高达97，接近100点满灵力，是骑士圣殿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，爸爸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意味着你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天赋。我想你也许可以同时修炼惩戒与守护骑士的技能，成为骑士圣殿第一个双修骑士。双修骑士？可这也意味着你会付出比普通人更多倍的辛苦，你还要善用你的天赋和能力保护更多比你弱小的人，即使经受数不清的磨难和挑战也不能退缩，要永远冲锋在前。你害怕吗？但似乎往往与诅咒相反，你将经历漫长的磨难，面对数不清的挑战，你需要秉承骑士的精神，永不畏惧，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你害怕吗？爸爸，有很多事我都还不明白。知道您是神印骑士，我很激动，可我也第一次见到了魔族的残忍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，但我真的很喜欢奥丁镇，喜欢这里的花，这里的树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一切。我和妈妈和朋友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，可因为魔族，现在这些都没了。如果有一条路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，成为一个强大的人，守护我喜欢的一切，爸爸，我不害怕。皓晨，你知道何为神印王座吗？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，最强单体攻击，以魔神之血浇筑杀戮之名；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，最强群体防御，
人类之境无可撼动的壁垒。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，最强领域掌控，界定世间万物秩序规则。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，最强洞悉之眼，以全知成就全能之力。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，最强禁忌之力，天使之星，驾驭恶魔之躯。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万物的起点，神明的王座，无人知晓其力量。爸爸相信，只要你继续努力，未来也能拥有属于你的神印王座。我也能拥有属于我的神印王座吗？魔神柱是72魔神的力量之源，最初的每一位魔神都是诞生自魔神柱中，而魔神之冕则相当于魔神的魔晶，是魔神身份的象征。当魔神死亡，魔神之冕会自行回归魔神柱，重新选择继承者成为新一任魔神。若魔神之冕被毁，魔神柱则需耗费若干年时间才能重新孕育出一位新的魔神。浩辰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圣隐灵炉，一种罕见的无属性灵炉。圣隐灵炉？灵炉乃天地至宝，是所有强者追逐的目标，哪怕只拥有一个灵炉，也会让你更加强大。目前已知的74种灵炉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，比如之前救你的那名刺客用了先机灵，主攻击毁灭，而我手中的圣隐灵炉则最适合守护骑士。灵炉融合需以鲜血为引，灵力为媒。浩辰，准备好。这是你身体里储存灵力的地方，名为灵力空间。接下来，你将在这里融合灵炉。圣隐灵炉虽然在已知的74种灵炉中仅排名第68位，但它的稀有度足以和排名前10的灵炉相比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独有的特性牵引，一旦发动，敌人就只会攻击你，而不会攻击你的同伴。而且他至少有三次进化的机会。灵炉还可以进化？对，每次进化他都会变得更强。这就是爸爸为你选的第一个灵炉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很喜欢，谢谢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它。好了，灵炉准备与你融合了，凝神屏息，慢慢接纳它。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？浩辰，你知道雏鹰不离开父母的羽翼，永远也不能成为翱翔九天的空中之王。唯有凭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，你才能真正拥有骑士的荣耀。我和你妈妈要去履行一个很重要的约定，以后你一个人也要好好修炼。我一个人？爸爸，什么意思啊？
既是你的优点，也是你的缺点。以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你妈妈都要走，那为什么不能带上我？不要哭，这只是暂时的离别。不，我不想你们走。从小到大，晨晨从未离开过我。星宇，我想留在这里。浩辰背负的使命，不允许他软弱。只要你留在这儿，他心中就会有惦念，就永远也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晨晨，晨晨。晨晨乖，不要哭了。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晨晨答应过妈妈，要努力成为强大的骑士，然后保护妈妈，对吗？放心吧，灵炉已经融合完毕，他没事了。浩辰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和你妈妈已经走了。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要坚强起来。以后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爸爸给你留了一本关于灵炉的书，这次来不及指点你了，你自己
要好好学习。你融合了圣影灵炉，短时间内灵力会有所降低，这是融合必经的过程。只要你勤加修炼，它反而会加速你的灵力增长。既然你选择了双修骑士，除了学习传承之戒里的技能，还要去皓月分殿学习守护骑士技能，拜一位叫夜华的骑士为师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守护骑士。你跟着他学习，我也能放心。如非必要，不要轻易暴露你同时是惩戒骑士的身份，更不能暴露你光明之子的身份。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。你那枚勿忘我戒指是相当罕见的空间技能，用灵力激发便可使用。此外，它还有护主的技能，以后你可以慢慢了解。爸爸希望下次再见时，你也能独当一面。记住，除非你成为七界圣殿骑士，并获得密银基座战铠，否则不要来找我们。如果不能彻底阻止魔族，傲天阵就永远无法获得冥界。只有自己变强，才能守护想守护的一切。爸爸妈妈，等着我。陛下，第七十一柱狼魔神被神印骑士龙星羽击杀。他的魔神之冕也被击碎。龙星羽。无妨。不过是七十一柱，随时可以找到接替者。拜盟，别忘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。不曾忘却，六千年预言已到，属下必将倾尽全力，在奥斯汀·格里芬长大之前找到他。爸爸的神印王座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拿到属于我的神印王座。浩辰弟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心儿姐姐，爸爸妈妈都走了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原来如此，没事儿，还有姐姐在这里呢。以后皓月分殿就是你的家，我就是你的亲人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就报姐姐的名字。谢谢姐姐。是，不是让你抓紧时间修炼吗？再不突破到四阶，猎魔团选拔赛你可通过不了了。糟了，弟弟，我先走了，要是被纳兰叔叔抓到我偷懒，又得一顿训。浩辰，哎呀，那天是不是你老师？嗯。
原本有大动作，但因为你老师的出手，硬是吓退了魔族5个潜入联盟境内的军团。你老师呢？能否让我见星宇大人一面呢？他走了，让我将这封信转交给您。哦。你竟然是星宇大人的儿子。嗯，可星宇大人为什么让你来进修守护骑士？他可是全大陆最强的惩戒骑士啊。因为爸爸让我来这里找一位叫夜华的教官，以后跟他学习。什么？夜华？夜华教官怎么了吗？夜华呀，他在我们分店并不是教官，只是一个藏书阁管理员，而且别人都叫他夜修罗。下来看看，这可是难得的好苗子。吵吵闹闹，打扰我看书的心情。这就是爸爸说的夜华教官。好强的压迫感。喂，江石脸，这孩子可是个天才，招呼不打你就走了，去。从这一天起，纳兰树这家伙别走，就天天缠着我。哎呀，叶华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很不错的。哎，你看，268点，3阶骑士。叶华，来，你看，我说他是天才吧？整个天圣殿可从来没出现过年纪这么小就突破3阶的骑士啊！这孩子的确很有天赋，叶华。可我最厌恶的也是天赋。不错，第一名啊！你们这群小崽子，比浩辰早来这么久，却被甩到后边，丢不丢人呐？天赋是世界上最虚幻的毒药。哎，快看，是定玫瑰。李欣姐，明天可以和我们一起练剑吗？浩辰弟弟。哦。他怎么跟李欣姐这么亲密啊？天赋只会招来更多的嫉妒。就他也配跟我们练习？人家可是第一名呢。破水壶净挡路。天赋只会引来更多的排挤。夜华教官，这应该是您的笔记吧？那天我在这里读书，从上面飘下来的。错了，全都错了。这上面
是您写的自创技能吗？分之而已。天赋只会让你成为孤独的废物。就这一次好吧，夜华。好，就这一次，以后再也不要来打扰我看书。浩辰，好。哎呀，夜华教官终于答应我要和你切磋一下，好好表现，也许他就动心教你了。别浪费时间，快点。好好表现啊。请教官指教。好标准的冲锋，纯白之也是幌子，王伟两边都是真正的攻击。废物，浪费时间。教官，请再指教。摔成这样了还要再挑战，刚才那下我可没留手啊。他竟然敢将全身所有灵力都用在这一招上，没想到小小年纪就能有背水一战的勇气。王斩剑！是你格挡，这么小就会神御技，可惜灵力太弱。如果今天我是敌人，你早就死了。强敌面前最重要的是冷静，尽一切可能用自身优势扭转战局，而不是像你刚才那样不顾一切的硬碰硬。我明白了，谢谢教官指点。哎，夜华，这孩子的天赋值得你一教啊。再值得也与我无关。你不能因为当年的事就否定一切有天赋的人啊。不要跟我提当年。这家伙怎么油盐不进？这纸上写的绝对防御是书上没有记载的技能，竟能让使用者的时间变慢，甚至静止。居然真的可以学！绝对防御第4921次开机，针对使用者能够静止的时间长度。什么天才？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废物，你不配做个骑士，滚出修城！
他趴在地上的样子好像条狗啊。哎，看到那条狗尾巴没？它在摇。哎哟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那么爱献殷勤，一看就是属狗啊。怎么不进去啊？对狗窝这个称呼不满意吗？啊，你就是条哈巴狗，到处摇尾巴。就是就是。纳兰树教官李欣学姐，甚至连藏书阁那个臭屁的叶修罗都要去巴结，那怎么不给我们也摇摇尾巴呀？啊，走后门的家伙，最好给我滚出去。我来这里学习对抗魔族，你们是把我的忍让当懦弱吗？请给我杀！学会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技能？藏书阁那家伙学了点歪门邪道，我就会怕你。你要是再侮辱夜华教官一次，怪我不客气。哼，什么天才？一定是老师拿了他的好处，私下给他开小灶，他才会进步这么快。你要是再侮辱老师一次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老师，为什么要赶我走？因为你现在只是个废物。快走！以为你是谁？教官，你以为帮老师说两句话，他就会保护你吗？做梦！教官，得到的一切没有，只不过是因为天赋，没有天赋。只是个没人要的废物。夜华，发什么疯？老陈，你没事吧？夜华这个人过去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，现在也确实不适合做你的老师。可纳兰叔叔，我不想放弃。你这孩子还真是执着。让我想想啊。教官，你的魔兽伙伴好酷啊！竟然能飞这么高，以后我的魔兽伙伴是不是也能这样？龙皓晨，我承认之前对你乱发脾气是我不对。但你年纪这么小，根本不可能获得魔兽。这孩子无缘无故被你骂了一顿，你总得补偿一下吧。这样，我跟你打个赌，带他去趟骑士圣山，要是他能获得魔兽，你就收他为徒。
才多大？哎呀，你甭管，要是他没得到魔兽，我就再也不烦你了。怎么样？一名骑士，一生只有一次进入圣山选择魔兽的机会，用这么宝贵的机会做赌注，只为拜我当老师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教官，您创造出的绝对防御是我见过最天才的防御技能，它居然能让使用者制造一瞬间的静止时间，从而做出最佳的反击或防御判断。我真的很想跟您学习。继续，你还看出了什么？它的启示也很简单，只要学会后，激发技能的符文便会一直存在于手上，以后再想用，根本不需要汇聚灵力就能发出来了。那就是骑士圣山啊！动心机他，不好，再任由他吸收光元素。鬼影，居然是你！夜华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？不知羞耻。明知这些光元素压制着山中的魔兽，却还让他在这偷偷吸取，没能力就动歪心思。你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总觉得别人在投机取巧。爸，跟小偷废话什么，直接干他就完事儿。铁拳挥舞，御姬，这可是九阶骑士的标志。这位老者是九阶强者。皓月分殿夜华，邪骑士龙皓尘前来选取坐骑伙伴，不慎引起震动，还请您责罚。你谁啊？也敢打我！好难受，受不了了。前辈，修城主殿鬼影、邪子鬼舞前来选取坐骑，刚刚冒犯了您，请您原谅。主官，他怎么了？只是侧骨灵而已，像他们这种没有敬畏之心的人，才会觉得难受。您认识他们？我怎么好意思活着呢？曾经的同门师兄弟而已。把你们的凭证给我。的印记是与魔兽签订契约用的，如有魔兽与你亲近，就可以与他进行沟通和烙印。如果三天内没找到合适的魔兽，令牌就会亮起金光将你传送出来。听明白了吗？
老爸，我会尽快搞定的。带个这么小的小毛孩也想获得魔兽，痴心妄想。啊，这么小的三阶骑士怎么可能？你过来。是。然真的是三阶啊！刚才我说的你都听清了？嗯，听清楚了。嗯，你也去吧。谢谢您教官，我也会尽快回来的。陆浩辰，进入圣山后会遇到各种事情，如果没有获得魔兽不要硬来，尤其要小心那个鬼物，能避就避。嗯，前辈。嗯，抱歉，刚才龙浩辰并不是有意吸收光元素的。嗯，我知道这孩子天赋难得，但骑士圣殿还从未有过这种年纪就获得魔兽的先例，你作为他的老师是否有些过于冒险，急功近利了？是因为光明之子的体质，所以才会被光元素亲近吗？那找到适合我的光属性魔兽应该也不难。啊，那边就是魔兽居住的地方吧。
剩最后一天了，我还能找到属于我的魔兽吗？让我跟你走。竟然是星耀独角兽。星耀独角兽之王的亲近，那可是八级巅峰的魔兽啊！如果他真能被看上，未来必将成为圣殿联盟的中流砥柱。你好，我是来自皓月分店的骑士龙皓晨，来这里寻找我的伙伴，不知能否与您交流？原来，之前引起光元素波动的就是您。我们当然可以交流。您身上的光明气息在我之上，让我感到很舒服。那我可以成为您的伙伴吗？我真的很想答应你，可是我不能欺骗你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很想成为您的坐骑，您的伙伴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或许我有进化成九级魔兽的可能，但是我不能。就你也想得到星耀独角兽？因为以我的天赋，并没有资格侍奉尊敬的光明之子。我不太明白。只有和您天赋相当的魔兽，才能成为您的伙伴。只是那样强大的存在，又怎会被限制在这骑士圣山里呢？您这次恐怕要白跑一趟了。那您知道去哪里才能获得我的魔兽伙伴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要是他能获得魔兽，你就收他为徒。谢谢你。最后一点时间了，我不能放弃。一个废物也想得到星耀独角兽？快点！如果没有获得魔兽，不要硬来，尤其要小心那个鬼物，能避就避。不愧是夜华这个废物教出来的。和他一样垃圾，不许侮辱将官！哼，我偏要！我不仅骂夜华，还要替你的废物爸妈教训你呢！啊！翼龙，我怎么教训他？单手就能体毛翻腾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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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呀，还傻乐
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杀！神域合成！看你还嘚瑟！永别了！得到了星耀独角兽的认可，今天算你小子走运。白剑，谢谢您救我。您是尊敬的光明之子，岂是跳梁小丑可以冒犯的？不过，您是时候离开了。